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展护卫。这个超佛星天堂 N 超佛星的活动来了，雅典国王的感谢宣言这是到下周二不是下周三，所以总共只有一周而已这一周之间的这个活动是在这个副本里面有一个国王的狩猎地，里面会掉各式的交换券和战斗资源品这样。然后活动期间里面会有一个荣耀商人，然后他叫做这个石子，他可以用名誉金币，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存名誉币的话，他就可以交换各式装备那个装备交换券，还有高级变身抽卡，还有高级的魔法娃娃抽卡那这个礼拜三到这个下礼拜二就是今天到下礼拜二，每日额外发送额外这个英海煞的祝福。周六和周日会再发送稀有变身卡箱，还有稀有魔法娃娃卡箱啊。好，然后看一下，这个就是它活动会掉的基本上就是你可在这个副本，那这个副本只有一小时它可以打得到这些二环啊、戒指啊、光之皮夹克啊、好龙钻箱这些。所以这一次这个它。因为天堂 M 它算是在发一个年终可是也年终的概念就为期一周。那这个狩猎地里面这个60等以上可以进去，然后只要1万块的金币就入场费了。每人每日只有一小时角色不共用，所以就看你有几只角色啦。那能不能再进去使用名誉金币可以买这些东西。那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是本尊就是全买了。那分身的话这也可以买就可以买这个高级变身抽卡箱，还有抽卡，还有那个魔法娃娃抽卡这样。对，那基本上如果你都有跟血盟副本的话，你的血名誉金币如果有存下来应该都是购买那每天只能买一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在雅丁所以这个有荣耀商人谱子，然后就可以给他买。 OK，好，所以假设我现在有5万多的名誉币，那我就可以多买一轮这个耳环交换券啊、戒指交换券啊、守护徽章啊、光之皮夹克啊、抽卡啊，好不好？哇哇哇，这样一天是会花7840的名誉币你就乘以6天，全部购买。OK， 好，购买之后，那接下来我看一下我刚才那个副本。好，副本的话就是在这个特殊副本国王狩猎地，我已经把它用完了它会掉这么多东西所以个人是觉得千万一定要打。那我这只角色打完，那我当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我先开一下就是我今天打到的，他今天打到的是相当多，就是你看三个耳环卷啊，然后三个光之皮夹克啊，哇，四张那个戒指啊，哇，这根本平常想都不敢想，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龙钻箱，所以基本上这是非常，应该说年终了，他们真的是发这个年终奖金的感觉。好，然后我来点一下，来开一下，三张高级魔法娃娃抽卡。好，来看一下，能不能来一个红娃？再一个，好，感觉很帅。没有，就单张的话，如果它会闪红，那基本上就有了，闪红闪蓝就是有，没有就没了。好，三个白的，没关系啦，基本上有就好。好，那我先试试看那个别只角色。如果别只角色也可以去打这个我们的每日副本的话，那就非常的不错了。所以我60级以上有4只，哇，那我这个哇每天有四只角色在打那个4小时，所以基本上我应该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这个这个戒指啊，还有耳环啊，还有什么光之皮夹克，那做出来应该都还是可以去就是个别的使用这样。好，那我来看一下副本的部分，还是可以去所以这还是就是你有管你有几只角色，只要是60级以上你都可以进去打所以基本上这是非常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别只角色，那能不能去做这个购买。好，在这边石子在这，石子在对的。好，点错人。好，那这个最近圣诞活动也在这里那也是记得要买你的龙之珍珠，千万记得买。
然后荣耀商人，好，这边哎还是可以买了 ，OK。那我强烈建议就是抽卡一定要抽了，那其他就看你个人财力了，看你的名誉币了。像我名誉币别支账号就比较少了，那我就没有那么强迫了，没了就算了。好，那一样哈，这个都抽一抽，不同只角色看能不能抽到哦。哦，红，真的假的？屁啊！这还可以骗人哦！哎，刚才不是抽卡一次，他可以这样骗人吗？他可以这样骗人吗？所以这种卡片他闪不闪都是没有差的。哦，可以这样骗人就对了。好，我是掌护卫，谢谢大家。快要跨年了嘛，祝大家平安健康。好，我是掌护卫，欢迎分享加订阅，拜拜。